接下来上场的也是本场最后一组选手，掌声欢迎严艺严悦。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去年上了节目以后，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活，有一个跑车品牌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让我们两个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说跑车有多好。但那天我们也觉得，即使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也会很尴尬，因为一辆跑车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你会觉得他买得起这辆车，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你会觉得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但如果你仔细看女人是我们俩，你会觉得他们在卖这辆车。你们看我们的服装，现在我们上节目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一个人穿裤子，他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因为你们看大街上那安全标志上的小人全都是男小人，什么红绿灯、小心地滑、禁止随地大小便，还有安全出口，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犯了错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看到女小人怀孕，安全出口。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他们可以不做家务，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从来不洗碗，他还会找很多借口，什么手扭伤了，手拿着遥控器呢，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他也会洗不干净，有时候我就会想，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但我看法制新闻里的那些男人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居然就上了新闻，而且新闻居然叫他男阿姨。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他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拖地，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拖地呢？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他说他想要的家是他的港湾，他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他就只要躺着，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是他妈妈的肚子。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过十个月，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因为他要做个人呐。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也全都是女生，一开机就是开机开始清扫，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他就只会说行我一会儿扫。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这个好形象啊，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这是擎天柱和他老婆擎拖地。擎拖地问擎天柱，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擎拖地说，你扫啊。嗯，行我一会儿扫。谢谢大家。
喜欢两位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刚才说那个行我一会儿扫的时候，咱们所有男的都是啪啪的拍我那句太那个很准确，我太准了，对对对对对，那个太准确了，这句话我感觉我这一生说了太多遍了，而且最后还接一句卡在沙发上了，我太靠谱了，我感觉这句话我说过太多次了。对，我跟我妈也常说，一会儿，马上，放那吧，放那吧，对，放那吧，一会儿啊。我觉得安全出口的时候还有点怪，就那个点找的有点强词夺理，但后面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是非常好的。当然他们发现那个点特别神，然后阿姨只能叫阿姨。哎，那个也很好，对不对？就是男的他也只能叫男阿姨，男护士。还有好多就找的那个点特别特别准确。不是你们说男护士，我想毛不易呢。对对对对，男护士都能成为毛不易，那为怎么了？对，我是说他们说男阿姨这件事儿，其实大家可以想想，挺好的，就是有很多职业，大家就不自觉的前面加个女加个男，但很怪啊，就是护士，但也就会说男护士，包括说，那大家经常说的什么科学家，就要说一个女科学家是吧？就什么的，这还挺有意思的，他们捕捉到了一个很准确的现象。感谢严爷爷获得了20票领校园的拍票，进入等待区。接下来要上场的演员，掌声欢迎王冕。嗨，大家好，我是王冕。刚才严爷爷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5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冕，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I'm a man. No cry.Birthday， 你给我放下，女人，放下你的二维码，不要跟我说什么 AA，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你给我放下，怕你，你给我说明书干嘛？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Man， 你给我放下，妹妹，我用不着平起子。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长了2排牙？再来一把，你给我放下，你的电话根本用不着上网查。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癌症我还不会治吗？I'm a man， 你给我放下，我说了半天了，你听不懂吗？
你听不懂吗？你把我放下。我说够不着了吗？不用你帮忙，我本来也没想拿它，就算我真的想拿，自己也有办法。摇摇也掉起来了，柜子是晃的。少年了，放下你的前任吧，王冕，你给我放下他。抵抗，冤个妹！哎哎哎，爱我妹！生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你给我放下，我抓。真的男人翘起兰花指不像话，就算你是张学友，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需要抱抱我也不表达，所有脆弱全都自己一个人消化，什么时候才能把男子气概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谢谢。他要想象这些东西，我们怎么也打不过，真的打不过。三、二、一，请锁票，掌声再次送给王冕。王冕，你要卫冕了，对不对？来来来，卫冕！哇，哎呀，厉害厉害！忽然看到了王者风范，你知道吗？哦，好，谢谢。特别优秀，你刚刚看到我四只手都在，不是四只手。都在变异过来的，真的真的好，真的好，特别棒，欢迎王冕回来啊！哦，这个好棒啊，真的。对对，自己感受如何？就挺爽的，是不是还是这么演？对，还得这么演，还得这么演。上一期想说的话还是太多了，哎，这么样就对了啊。哦，对，有点厉害，怎么办？是真的好，是真的好，这组是强强对话。怎么办？来，先请颜颜月回到舞台中央。我感觉他们这仨人今天说的是一回事啊。对，颜一颜月呢，先说了一个在沙发上卡着，就让我挺难受的。我感觉王冕这个每一句都挺扎心的。一定得杠自个儿是个男的啊，厉害厉害的。有点厉害哈，今儿这个比赛有点来劲。行，无论如何，我们先看结果。请看颜颜月对王冕的得票情况。没事，可以复活的，他们肯定复活了。双胞胎的文本有非常丰富的细节，然后能用细节来支撑观点，然后又能以这样的喜剧节奏呈现出来，征服观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王冕这一场是比去年更好的，甚至我觉得得票可能应该跟周老板不相上下。哇，谢谢谢谢谢谢。
这也太厉害了，我的天！王冕191票啊，只差9票就达到满分。那